老板娘，你也上去来一段啊！对呀对呀，来一段。我叫段百发，百发不中，好在摊上了好年头，会打枪的都去战场送命了。我在平安县城做了好几年的警察局副局长，我只干一件事儿，发财。今天上头说是让我来搜查乱党，其实我也听到了别的风声。您来了，里边请。艺术断不得啊。什么风把我们敬爱的段局长给吹来了？春风。哎呦，段局长，哎，您这么一说呀，我这脸蛋儿一下子就红了。红了？嗯，我这视力可一点都不好，得离近了才能看清。哥，您这么近看的可就不是脸了，看的可是人家的心呢。段局长，今儿是来找梅兰竹菊哪一朵的呀？今日不采花，上峰有令，平安县城有乱党闯入，特来调查。调查乱党？怎么会呢？这出入我大三元的呀，可都是良民。乱党肯定是没有的，只有这一只小鹿呀，在我的心里，砰，砰，砰的，你听。少来，姑奶奶您可是陆少爷画了圈的，我就一小局长，只能眼馋。瞧您抬举的，哎，那个小二啊。给各位长官上酒，执行任务，酒免了。那这边请，坐中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爷爷我都要尝。哎呦，我的段局长，哎，我只是个生意人，哪个生意人不希望自己的店里平平安安的？
不信，您摸着我的良心说话，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老摸什么心？你看你的柱上都写什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谁爱种田？别妨我办事啊！今天我既然来了，要不然你把下个月的保费一起交了吧？啊！死鬼，要钱比要女人还猴急。小二，露着。女人。戒了，就今儿。我闻到味儿了。你们看，这是什么呀？盒子炮。我用它抓乱匪呀、啊！噗，一枪一个。从未失过手，今天就让他来查一查谁是乱党。他啦啦啦，贼！可爱，滚滚滚！这谁画的？局长，这是一位美院的实习生画的。后天开始，让他学习用脚趾头画。啊？为啥？因为明天我就要剁他的手。局长。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其实那个人他是我，局长，咱们警察局懂艺术的不多了，你看，那你今天回去自己剁，剁。段局长，我这儿有一样东西给你看。段局长，汪总司令要我兄弟二人来听歌，相信段局长不会打扰我兄弟二人。汪先生手下不是刘洋回来的就是博士，个领个的都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怎么会有你兄弟二人长相如此？钱都是表，我们惊喜啊，在内心。又来谈心呢？玩呢？少他妈跟我打哈哈！干啥？下吧。想干啥？坐下。段局长，您就算怀疑我兄弟二人是乱党，你得查明。你要是开枪走了，汪司令那儿也会走。啊！哎呀，你们兄弟二人啊，虽然简陋，倒也还别致。既然都是吃公饭呢，
散了。啊！哎哥，大洋，是。局长，要不我重新再回去画一幅？我心里有点怕。你他妈一新来的，懂什么？执行任务，不要怕，艰难险阻。打开。这头发越看越像。就这根头发，连分叉的角度都是一致的。这年轻人学习速度还是蛮快的嘛！啊，坐，别说话，说话有用吗？长官，我是想让你再仔细看一看这头发的分叉角度。学无止境，以后要多加强观察力。打开。这除了分叉角度，眼睛比例一点也不像啊。局长，这是漫画，比例不是一比一的。显摆，谁让你慢慢画的？我能不知道这快画和漫画的区别吗？再说你新来的实习生，下回画快点，这万一错怪了好人，我怎么对得起这些穷苦百姓啊？头巾哪儿买的？东大街48号李寡妇裁缝店。嗯，那你带刀干什么呀？乱世防身。嗯，脸怎么黄了？防冷涂的蜡。可以。那怎么又红了？精神焕发，厉害呀！脸怎么又出现粉红色了？春心荡漾，牛逼！显摆！我他妈现在就要搜身啊！包给我打开，打开！哎，有鬼吧？打开，快！枪给我放下！不顾顺，君别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你他妈是乱的，飘送阴雪啊！红颜诱惑，刀枪不入。红颜诱惑，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吗？红爷呢？他练的是肚子，你打他头干什么呀？他也没说呀。你个龟孙儿！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三帅少佐，小的平安县县城副局长段百发，上头让我来追查乱党，那个人跳出来了，咔咔砍肚皮，让我给就地正法了。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地盘，谁给你的权利开枪？不是，少佐，我这是怕他影响你们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啊。鼓吹？就是大力推广的意思。共荣是为了共同繁荣，没有让你随随便便杀人，而且随随便便杀人也不是我大日本皇军的做法呀。大家不要紧张，我来这里是看表演的。表演？你得让你们这里的四个花姑娘换上和服，唱一首萨库拉。我们没有和服，也不会唱日本歌。啊，没有和服啊，那就脱光了衣服光着唱。少佐呀，我你也想脱？好啊，那就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5分钟到了，要么看樱花，要么看落花。嗯，快点。三帅少佐，我来劝啊，顺便把把关，帮他们换衣服。酒喝酒喝。平时孝敬你的票子还少了是吗？笨！你们再这么僵持下去，三川非把你们一个个都煎了。我们还没捞着呢。你知道三川杀过多少人吗？吓傻了还是没听懂啊？杀人！怎么日本人也来了？您今天这儿可是藏龙卧虎啊，这一个个都带着家伙，还他妈有一欺骗我的，再加上一三船，嚯！您是真不知道啊，还是假不知道啊？我知道什么我？今天在座的都有一个目的，上头是让我来追查乱党，但是今天早晨我听到一消息，说今儿晚上打北边会有三箱。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个就不用你管了，你开门营业赚你的卖唱钱，我偷鸡摸狗发我的乱世财。这么跟你说吧，你的这家大三元酒楼是平安县城正北门唯一一家客栈，这出了正北门，方圆百里没有一个村庄一个店儿，只要是想穿城而过，任何人都会首先考虑你这家大三元作为补给站，必经你家大门。我听说这姓袁的十几年前复辟失败时留下了三箱。我给您冲冲。你们四个别出去。失职，爹爹。少佐，您这是。人，大大的坏。你快说，
嘿呦，少佐呀，今晚月色撩人，清风徐徐。夏老板，你今晚是想要跟我走？大曲茶，你是良民，大大的良民。今天晚上，我看不止一个要抓的乱党，在座的都得查一查。少佐啊，您没来的时候我都查过了，就一个乱党，最多您赐死这个也是乱党，其余的都是良民，良心大大的。叫华脚华的，需要大和民族改造。是，只有改造好，才能大东亚共荣。段局长，我再问了，是我们日本姑娘好看啊，还是你们姑娘好看？都好看。不对，穿着和服的日本姑娘才是最美丽的。少佐，这和服是从唐朝传到日本的，在我们这儿叫唐装。完了。我是三船少佐，在平安城负责大东亚共荣的安保工作。出不来工作。昨天我刚刚抓了一个地下党的情报人员，在我要开枪打死他小孩的时候，我也得知了一个秘密。而今晚，速度的妈的！你个鬼！怎么回事？谁开的枪？三船少佐，小的平安县县城副局长段百发，上头让我来追查乱党，那个人跳出来了，咔咔砍肚皮，让我给就地正法了。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地盘，谁给你的权利开枪？不是，少佐，我这是怕他影响你们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啊。鼓吹？就是大力推广的意思。共荣是为了共同繁荣，没有让你随随便便杀人。而且随随便便杀人也不是我大日本皇军的做法呀。大家不要紧张，我来这里是看表演的。表演？
你得让你们这里的四个花姑娘换上和服，唱一首《萨库拉》。我们没有和服，也不会唱日本歌。啊，没有和服啊，那就脱光了衣服，光着唱吧。少佐呀，我。你也想脱？好吧，那就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5分钟到了，要么看樱花，要么看落花。嗯，快点。三镇少佐，我来劝啊，顺便把把关，帮他们换衣服。嗯，狡猾狡猾的。一个人，我可以坐下吗？什么酒？汾酒。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可以尝一杯吗？口绵，落口甜。小二，再给这位客官上一杯，补偿我刚刚喝下的一杯。哎，哦，这应该是一杆长枪。很锋利的长枪，红缨枪。红缨枪，枪头裹缨布，缨碎吸血，阻止被刺者血液回流，持枪者可稳稳握住杀气。好枪。听说好的红缨枪枪碎本是白色，杀的人多了才成为红色？那是谣传，血沾多了会发黑的。这么说你一定常杀人了？敢问阁下，红缨枪和戚家枪有什么分别？戚家枪专可窝口，在我看来，能杀敌的长枪便是好枪，善使枪者便是强者。不对，我来告诉你答案。持枪者将枪头对准谁，才是智者，智者才是强者。嗯，少佐，我给你看看看点东西。哎呀，都说汪司令聪明，想不到也不过如此。少佐，我叫冉大宝，这我兄弟冉小宝。
少佐，没来之前，我俩是来劫东西的。你看，少佐来了之后，我们两方各一半。这东西，祝你们好运。你爹什么人？在下袁九方，见过少佐。在下袁富国，见过少佐。袁世勋，袁富国。袁世勋，哦，听说当年姓袁的复辟的时候留下了几箱黄金，至今没有找到。这金子最应该是他们送给我的。看来你们三个是今天晚上最乖的。别走！今天小爷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夺回我袁家的东西。今天就算是天皇老子，抢我东西者必死。爷们儿啊！你再说一遍。少佐，咱们中国话里的天皇老子，跟日本的天皇不是一回事。你再说一遍。子勋，人家才不说第二遍。这是人，他打得坏。段局长，你快说。小宝，看到没？跟对人很重要。跟了汪司令，日本人都不敢欺负咱。钱财都是小事。哎，哥，那咱还剩几个大洋？就一个了。嗯，哥，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兄弟四人每天风吹日晒，街头卖艺，还有卖金装药。二哥现在说没就没了，我们要……看到没？段百发现在已经身不由己了。今晚咱们一定不能乱了阵脚，夺下黄金，咱们就给老二。找几个漂亮的女纸人，免得他在阴间天天练金钟罩铁布衫。至于段百发，等到机会杀了他。三局两胜，输他赢他，赢他。下了班五分钟到了，姑娘们呢？看来夏老板今晚是想要跟我走。大哥，你还枪？不是我开的，我枪在这儿啊。今晚我看谁敢带杨丽走。
一鸣，你怎么来了？我收到风声，说今晚有黄金路过此地，想必这大三元今晚不会太平，还好来得及时。体难道也是为了黄金吗？我只为你而来。今天晚上谁要是敢动下老板一根汗毛，以及这店里的一件物品，我的枪子就射进他脑袋。报告，下老板家水壶破了一个，谢赔。监国路长官，小的平安县警察局副局长段百发。令尊可好？家父下个月又要娶个五姨太进门了，你说他身体好不好？好，棒。段局长，如今国共抗日已有几个年头，胜负并未见分晓，你如此偏袒陆少将，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况且这平安城刚刚从国民党手中被我大日本皇军占领，你就不怕你的乌纱帽不保吗？段局长，去年你们宋局长也是南京委任过来的，哪家给你们发粮饷，你不会分不清吧？段局长，不识时务，认清当前。嗯，段局长，要懂远虑，知道未来。陆一鸣，你不过带了几个警卫员，就敢包围这大三元啊？你不会以为我今天就带了这么几个人来到这里吧？只要我走出这个门口，在街上放一枪，别说是你陆一鸣了，就是这大三元都得打成马蜂窝。三川太君见笑了，我陆一鸣没什么大志，金钱军衔我都不在，就连这当今天下是谁的我也不当回事，今天我就带着我的警卫班守着下阳明，如果我这个独子死了，我父亲的那一个美食装备师开进这平安城用不了一首樱花歌的时间，这座城就得换旗。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今天陆一鸣来的匆忙，只带了腰间这颗玩意儿就来了。三川太君应该认得这颗美食手雷吧，就算闹到鱼死网破，今晚谁也占不了便宜。爷，二位爷，这一失手啊，容易成千古恨。那二位不就成千古恨了吗？您说他八个，我连那些都有，我的西德都有一个那些。怎么又开始舞刀弄枪了呀？哎，大家来到大三元不都是找乐的吗？别伤了和气啊！我是真的搞不懂，在座的一个个。都是从哪儿听到说我这大三元里有黄金的呀？夏老板，如果不是黄金，那又是什么呢？我叫夏央黎。带着四个师妹在这平安城里开了一家大三元酒店，什么达官贵人、帮派军阀我都见多了，只是今天发生的事将改变这里的一切。玩命的事儿老娘可不干，这城里可都是刚进来的日本人，杀人连眼都不带眨的。不过也得听听你来想干什么，也不能什么都不问就回绝了你，毕竟要开门做生意不是？夏老板请放心，你只是掩护我们，不会有危险的。我只是个生意人，万一捅出点什么娄子，以后我这店还怎么开呀？
这方圆一百里可就我这么一家客栈，这一晚上的损失都……损失一点儿，倒也不算什么，主要还得看你们的需求。这些钱都是海外爱国华侨捐助的，包括从苏联运往南方战场上的三箱抗生素。在前线有许许多多像夏老板这么年轻的热血青年，为了新中国而浴血奋战，但日本人的生化武器让我们这些战友……别和我说太多，对我没有好处。我就想问一下啊，长官，您为什么选我呀？我相信夏老板一定是因为可以为了民族大义。哎，别戴高帽啊！我呀，是看在你这份诚意上，帮助热血青年们。那夏老板一定务必小心。哎呀，知道了。屋下有粮马，墙头有红布，夜半有歌声嘛。你放心，如果我这里安全的话，这三个暗号我都会给到你的。到时候你们就换上新马，安安稳稳的穿城而过吧。夏老板，女中豪杰。哎，你说明晚有一个你们的人会来接应，是谁呀？万一误伤了可咋办？纸上是到达时间，月后几分。粮草和马匹都备好了吗？备好了，等天黑我就放到门口。衙人呀、啊，是日本人吗？不是。给老娘轰走！可是抗日刀。什么刀？老娘没见，我去会会。你们几个是眼瞎吗？没看见门口告示写的今天客栈停顿装修不营业，都滚吧。说是来讨碗水酒的，歇一会我就去轰炸找。新来的？啊，前几天李伯家里有事辞职了，刚好他又是李伯的侄子，拿着李伯的介绍信来的。自己人，进来吧。机灵点，别呆头呆脑的，知道吗？这个大三元酒店可危险，我还真不愿吓你，怕你胆小。不过不用担心，有事呢你找我，有你拦截。哎，对了，你叫啥呀？我呆。当我白说。酒准备了吗？都准备好了，药也已经放进去了。蒙汗药吃不死人家，你去把这些酒都推销给今天来的人，这是你的任务。如果他们不喝酒，你就跟他们说今天本店装修特别回馈赠送给大家的。哎，好。哎，等等，能给钱的千万别赠送，收入第一啊。明白。今天来的人全部迷晕了，然后送进二楼客房，就让这个使我灵魂变得伟大的爱国任务在所有人的睡梦当中轻松完成。我都觉得自己灵魂升华了许多呢。哦，对了，等他们醒了别忘了跟他们收客房费。师姐真鸡贼。夏老板英明。
老板，不好了，进来说。又来一伙人。没看见门口写着的吗？装修工人，你们走吧。三位爷，请问喝点什么酒？今天不喝酒。本店因为今天整顿装修，白天停业，所以为了回顾广大新老顾客，特地赠送给你们。我看你这店好像也不需要装修吧？软装，所以三位爷喝酒长胡子。我才不喝酒。那好，我给三位爷上点热茶和瓜子。看来今天真是财不单行啊。不好了。小店今天整顿装修不营业了。呵，三个大洋。小二送客，顺便打赏两位客官四个大洋，让他们明天再来。我说啊，这年头没钱连喝酒都没资格。哥，昨晚汪老板只给了咱们18个大洋，一出门咱俩就去逛了窑子，花掉了2个。第一次任务舍。老板娘等等，老板娘，10块大洋能坐下了吗？小二明白。接客。接你个头啊，你可学会抢话了。先拔出大洋给老娘送进房间，再找粉刷匠把墙给补了，最后小二接客。梅，你去把我的信鸽拿来。兰，你去准备笔墨纸砚，我要传书一封。楼下坐的可都不是等闲之辈，为了以防万一，我得把大师兄请来。哎，是唱借东风里的廖师兄吗？是唱长本坡的廖师兄吗？是唱回荆州的廖师兄吗？你们说的不都是一个廖师兄吗？就是你们常说的那个颜值高、武功高，话不多说，西山影响小霸王廖师兄吗？停！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头衔？大师兄，我好像没见过，是不是？大师兄啊，他的那杆红缨枪耍的那是一个销魂呢，所以叫销魂枪。好啦，瞧你们一个个春心荡漾，对外说出去是我师妹啊，我这老脸都没地儿搁呢。廖师兄啊，人家只喜欢我们夏师姐，你们呀好好打扮打扮，晚上还要给廖师兄登台演唱呢。走。来追我呀！啊，
哎呀，你们三个别闹了，这楼下还有客人呢。几位爷，你们的酒。没有今日不喝酒。想挣都挣不出啊。看各位一个个都是吃荤的爷，怎么都不喝酒啊？这既然来到了我大三元，就得懂得赏三宝。哦，那老板娘是哪三宝啊？这第一宝啊，就是我这儿的酒，自家大酒窖酿造的极品女儿红，还有世界各地的名酒，羊毛鬼子的存货我这儿都有。这第二宝啊，就是梅兰竹菊四个小甜心儿，四个姑娘个个样貌非凡，还生得一副好嗓子，只要上海出来的新歌，我这四个姑娘都会唱。多少钱一碗啊？钱你个死人头啊，少打岔。那第三宝呢？这第三宝啊，就是我夏央黎了，能歌善舞，貌美如花，琴棋书画样样行。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我就喜欢你们这么捧场的客人，今天大家多吃点多喝点啊。哟，这位客官连酒都没开始喝呢就乱了方寸了，松开吧。不松。给老娘松开。大师兄，您快出手吧，再不出手我可松手让他乱摸了。出手？你要摸吗？隔山打牛，这位是我大师兄，各位见笑了。别站着摆 pose 啦，等你半天了，非得等我开口你才出手。等等再出手，才显帅吗？帅你个死人头啊！你再耍帅，你楼上四个师妹的口水都要掉到一楼了。哎呀！枪在人在，人在店在。妥妥的。别犯花痴了，赶快接你们大师兄上楼。走，大师兄，咱们上去说。大师兄，您离开的早，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我是梅，你还记得我吗？记。果然惜字如金，酷哎！大师兄，大师兄，您还记得我吗？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是那个已长成大美女的竹美。她好美啊！大师兄，大师兄，离开戏班的时候我还没来呢，我叫菊，一定要记得我。你们几个吵死了，我跟你们大师兄还有事情商量，你们先出去。不嘛，我们就想静静的看着。嘿，你们还反了是吧？叫你们四个赶紧出去准备，晚上还要登台唱新歌呢。就知道站在二楼看老娘出丑。
妆化了吗？衣服换了吗？去去，大师兄，出去！师姐就是凶，现在是老板，老板。小丫头，师妹，我这一走就是三年多，你怎么不找我呀？嘿嘿，我这不是急着赚钱吗？讨生活。你是戏班里的唯一武生，又有师娘传授的一身真功夫，我相信你在外头肯定不会吃亏的。可是，人家想你嘛。那个什么，今天我飞鸽传书给你，是因为今天谁？老板，药师兄的酒水已经放在楼下备好了。他的酒不是今天那些，我来备吧。赶紧去把那些撤了。今天楼下坐的，一个个都是豺狼虎豹，绝非善类。枪在人在，人在店在。哎呀，你先坐下，听我说完。今天你要保店，保你五个师妹的安全，明白？哎，师妹，那楼下怎么这么多江湖人士啊？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昨天不过是接了一个。接了什么？算了，你还是知道的少好一些，万一你搂不住，也别犯什么大问题。师妹，你放心，今儿把我找来了啊，我知道这事儿绝非易事，但是你能开这大三元酒店，这黑道、白道的人，你心里是有数的。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儿呢，能让你这么担忧？哎呀，好啦，你就别问了，怎么啰里吧嗦的？对了，今晚你有个任务。把这个挂在大三元的墙外。这么简单的任务，你交给我了？那我们现在挂去吧。哎，不行，现在挂我怕有纰漏。总之，在明天天亮之前，任何事情必须按部就班，万无一失。那几点挂？你好啰嗦呀！该挂的时候我会提醒你的啊。那个，师妹啊。就是我在外面啊，就听说有个国民党少爷陆一鸣啊，他追你，他到底追到你没有啊？他人……哎呀，你真的好啰嗦呀！我不想听你说话了。黎生哥，我们这还有些料，要不要给贴上了？这老三就是时刻不忘了复国呀！贴。这几根柱子都给我贴上啊！哎，还有那边。好。麻衣神像。哎，瞎子，要不要加入我们太平军啊？啊，我只不过是个算命的瞎子，既打不了仗，也闹不起革命。嘿嘿，哎，这种江湖骗子就会瞎扯淡，甭搭理他。哎，贴这边。哎，好。把这几堵墙都给我贴了。哎，哎，你这个算命的。说是来讨杯水喝，休息一下就走，你怎么还在这里？哦，感谢掌柜的，替我谢谢他。
要不你也留下吧，既然来了就等着晚上一起看节目。我五行属木，金克五命，若今日金不来，赤血改三元呐。大哥，金。哦，对了，感谢小哥的收留，不过小哥收留我亦非真心呐，所以小心这里。你莫名其妙。我都说他是个江湖骗子吧，什么金啊心啊的瞎扯淡。呸，回来吧。哥。大宝哥，我虽然没念过书，但听着瞎子一说，感觉有好多的黄金宝藏，而且好多姑娘。哎哎，咱第一次接任务，谨慎点。大哥，这几个人进来鬼鬼祟祟，也不点东西。我看这腰上还都别着响着呢。阴间子，哪条道上呢？挑汉的，怎么了？挑汉子。现在这卖药的出门也裹着海青的。是的，乱带个骗子防身。我看兄弟几个这腰上不还都别着小黑驴子呢吗？啊，防身防身。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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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虽然我听不大懂，但我感觉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嘛。阮大宝，阮小宝，连九方，洪黎生，洪宝昌，石志全，石志康，袁辅国，袁世勋，啊，店小二，阿斋。我看各位爷已经做了好些时候了，哦，厨房也为大家备好了晚饭。大家在今天来到本店装修之时，都是老板娘的座上宾，理应特殊接待。可我看大家都不喝酒啊，哦，还带着家伙。嗯，说什么来吃饭啊，住店啊什么的，我这个新来的店小二都觉得奇怪。区区一个店小二，哪那么多废话呀？敢问英雄们，今晚欲与何求啊？你所求，便是我所求。今天我们兄弟俩是第一次执行上司的命令，谁打，我是杀谁。各路英雄，今天我袁九方带着自家兄弟来拿回我袁家的三箱黄金。敢问各位，你们可是来拿回自己家的东西啊？这袁大头复辟时的东西可是你袁家土里种出来的？就是，还不是你们搜刮来的。太平军多少年前的事儿了，都。哎，说你就是狗腿子！林大头，你们大头有什么事？林大头谁呀？我二爷爷他妈成了！爷爷，我刀在这儿呢，能打，别逼逼。都给我闭嘴！坐下，坐下。你们啊，你们到底是来干嘛的呀？是来给老娘找闹心来的是吗？酒不喝，店不住。
这马上就要到晚上了，老娘就是想问一句，你们是从哪儿听说本店会有黄金的啊？哟，老板娘，您不会想打着三箱黄金的主意吧？仗着自己胸前有两块肉。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老娘就是有胸有屁股，就是比你这个死娘娘想招男人。你别想独吞这三箱黄金，你要是我要是你娘的话，就让你归家种田了。你这狗屁的太平军呢？哎呦，都失败多少年了？看看你们四个干的好事儿啊，给老娘这都贴了什么鬼东西？你们怎么不去街头发小广告招投啊？还有你们。我啥也没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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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就待见你们呢。老娘今天就是想问一句，你们都是从哪儿听说本店有黄金的啊？不光是听说，有三箱黄金在本地做补给，更有知情人士给了我一张小纸条。老板娘，大哥，哎，我这儿也有一张，他也有，怎么都有？栽赃嫁祸，有证据吗？啊，有证据吗？就凭一张小纸条就想说我夏阳离没安好心是吧？好，不吃不喝是吧？都是神经病，老娘还不伺候了呢。梅兰竹菊，化好妆没有？化好了就下来给这些大爷们唱歌啊。你个死小二，赶紧给你廖大爷上酒，让大伙好好看看廖大爷有没有被酒毒死。哎，事情远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五姑传言今晚有黄金路过，只是造谣者应该并不知道药品的具体到达时间。我真是太轻率了。不管怎样，希望今晚这里一切平安。艺术断不得啊。段美发也来了。亲爱的段局长都给吹来了，春风。哎呦，我的段局长哎，您这么一说呀，我这脸蛋儿一下子就红了。红了？我这视力可一点都不好，你离近了才能看清。段局长啊，您这么近看的可就不是脸，看的可是人家的心了。哎，段局长，今儿是来找梅兰竹菊哪一朵的呀？今日不采花，上峰有令，平安县城有乱党闯入，特来调查。调查乱党？怎么会呢？这出入我大三元的呀，可都是良民，乱党肯定是没有的。只有啊，一只小鹿在我的心里砰砰砰打。你听。少来，姑奶奶您可是陆家少爷画了圈的，我就一小局长，只能眼馋。瞧您抬举的。哎，那个小二啊，给各位长官上酒。执行任务，酒免了。那这边请，坐中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爷爷我都
药厂。哎呦，我的段局长，哎，我呀只是一个生意人，哪个生意人不希望自家平平安安的？不信，您摸着我的良心说话。老摸什么心？你看你那柱子上写的什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谁爱种田？你别妨碍我办事啊！今天我既然来了，要不然你把下个月的保金一起交了吧？啊！死鬼，要钱比要女人还猴急。段伟芳应该不只是来调查乱党这么简单，以搜乱党的名义要钱。对呀，他跟师姐一样，大钱小钱都喜欢。大钱？难道他也听到消息说今晚这里有黄金？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了，不知道谁放风出去说这里有黄金路过，要不要我去通知路？我不想今晚这里有什么冲突，不到万不得已，我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底下那些人又不是什么好人，死了就死了。现在我不确定谁是今晚来接应的地下党，如果局势控制不住，伤的正是接应的人。那我们谁活着，谁就日夜赶着马车去送药。除了我们五姐妹以及廖师兄，今晚谁都不能相信。小梅，你去把枪和银票拿来。如果在十一点之前大三元失控，就让这里变成最安全的停尸楼。我出去给段大发送钱，你们在远处小心观望。刘斌，简判！你们这是怎么了？咋的？老子要搜身！哎，有鬼吧？有吧？咋的？请给我放下！不赋税，均贫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别冲动啊！你是乱党，要送殷雪啊！红颜诱我，刀枪不入。红颜诱我，刀枪不入。是不是接应的呀？他撵的是肚子，你打他头干什么呀？他也没说呀。你个龟孙，上人！怎么日本人也来了？段局长，你快说。你死了吗？你该不会是接应的吧？哥们儿，姐们儿。今晚我看谁敢带杨丽走。一鸣，你怎么来了？我收到风声，说今晚有黄金路过此地，想必这大三元今晚不会太平，还好来得及时。
你难道也是为了黄金吗？我只为你而来。今天晚上谁要是敢动夏老板一根毫毛，以及这店里的一件物品，我的枪子儿就射进他脑袋。夏老板家水壶破了一个，现赔。见过陆长官。小的平安县县城副局长段百发。令尊可好？我刚才在地上捡到了一张纸条。店内有鬼。店内鬼。哎呀，怎么又开始舞刀弄枪起来了？大家来到大三元不都是找乐的吗？别伤了和气啊！哎，我是真的搞不懂，在座的一个个都是从哪儿听说我这店里有黄金的呀？夏老板，如果不是黄金，你。夏老板说的有道理，搞清楚事实很重要，他妈活着更重要啊！八嘎！闭嘴！八嘎八嘎，你八嘎什么啊？你有考虑过这么多国际友人听懂听不懂的感受吗？啊？大家稍安勿躁，小二觉得夏老板的断语了分析的对。反正黄金还没有来，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等。对呀对呀，快去准备下酒菜。我是觉得小二说的没错，各位好汉不如坐那边，咱们一边听歌一边慢慢等。对嘛，既然所有人都认可，你们还挂着枪，搞得气氛紧张兮兮的干嘛？你们往后退，你们去这边，你们上那边。对了，陆少爷，你那个大箱子是什么鬼？
一把吉他，送你的。我又不会弹这个西洋乐器。以后有的是时间，我可以慢慢教你。阿呆啊，你别紧张，你听我说，先上这边的，等他们先喝着。老板娘一会儿啊要登台演唱的，等他们喝得差不多了，浑水摸鱼，再上这些带有迷药的酒。小兰，有你在，我不紧张。我就想问问，如果我让你跟我走，你愿意吗？啊，当然。我让你受苦受累的，我们一起去南方。你脑子想什么呢？你又吓傻了吧？恰恰廖师兄的准女朋友呀，难，真是个阿呆。好了，我刚才告诉你怎么放的酒的，你记住了吗？小兰，你多保重。准备了些下酒菜，也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胃口，大家可以尝尝看啊。小二啊，给当兵的哥哥们也都送上酒，酒钱陆少爷请了。既然大家都是夏老板的客人，今天的酒算我的，多喝点。既然有人请，那我得多喝点。我先满上。我他妈就爱占便宜。调气氛。那个梅兰竹菊已经准备好了，我让他们唱歌给大家听。你去舞台吧，好久没听你唱了。我一直没见过夏老板的表演。好好好，那我就唱首黎明辉的《毛毛雨》。好，今天本是一个该喝多的日子，可是我刚刚一进门就看到段局长错杀了一位好汉呢。记得啊。
你干啥？见笑。这是我给大家描的画像。可惜了了，这袁家兄弟死了一个。要不然也能画在里边留个纪念什么的。都是这个日本人给害的。中国有句古话，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去追寻自己的美好生活。怎么去追寻自己的美好生活呀？应该除去那些躲在暗处却也想着抢黄金的人。我卢一鸣和各位无怨无仇，今日只为央里而来。若在座的认为陆某真的是为这黄金来的，那我也不再解释什么。我只求在央里的歌唱完之前，大家给陆某个面子，让他开心地唱完。歌声停止前，何开心？喝！刘长官，喝一杯。大家一起，喝一杯。来。
是11点。早就应该想到，你就是内鬼。别摸了，这儿呢。黄金的消息是三船放出去的，我们早就知道运来的是一批药品。不过，真正想抢黄金的人是不会轻易离开大三院的。可如果有人明明知道有黄金要到，却还要离开，最喜欢听我唱歌吗？
Yeah.